庄心妍，国内著名珠宝奢侈品牌创始人，庄成安的外孙女。她的母亲是庄成安最疼爱的大女儿庄美萱。庄心妍从小在庄家大宅内生活，备受外公和家族的呵护。本来可以以庄家大小姐的身份无忧无虑长大，没料到在她七岁那年冬天，庄家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故。她的父母在海外巡视分公司的时候，突然遭遇暴雨、车祸。 父亲当场死亡，母亲失踪，肇事者逃逸。外公为了避免他遭受波折，狠下决心将他一人送去国外。出国之后的庄心妍，虽然这些年一直在国外，但是他心里不忘的是重返庄家，不仅要重返庄家，还要拿回母亲留给他的蓝海一星。所以，他隐匿姓名，艰难成长。就在一个月以前。 蓝海一星遭受了创立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债券危机，本来还有还期两个月的海外债务，因为当地国家政策突变，需要立即还款。当时蓝海的资产全部抵押在原料上，没有资产还款，于是海外银行就冻结了蓝海一星巨额资产。庄成安听到此事，不慎摔倒，重度昏迷。现在庄家和蓝海一星是最危机的时刻，庄小姐必须立刻回到庄家。 不仅要稳定住庄家和蓝海一星，还要拿回母亲庄美萱留给他4%的股份，成为蓝海一星真正的继承人。这个是，这是庄心妍所有的个人资料。她的家人，她的童年玩伴，她亲近的人和她憎恨的人，还有七岁后她在海外生活过的每一个国家、每一间学校认识过的每一个朋友，你都要记清楚。当然还有她的生活习惯，她最喜欢吃的东西，从来不碰的食物，最爱的音乐。 和各国语言，你都要一一记清楚。怎么可能啊！我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记得这么多的东西？你必须行。在庄家和蓝海一星这种极端风险、极端利益的地方，会有无数只眼睛紧盯着你。如果你不小心露出一丁点的破绽，被别有用心的人看穿了你的身份，等待着你和我的，没有生，只有死。听懂了吗？ 那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做好你该做的，不要问不该知道的事情。我的。 你拿着这种东西，是想直接告诉别人，你根本就不姓庄吗？不是，我只是……我再说一遍，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庄心妍。庄心妍。
就是你。因数日前遭遇债权危机，著名珠宝奢品集团蓝海一星于今日发布重大人事变更，蓝海集团董事会将于今日签署新任免令，现庄家二小姐庄彩萱女士的儿子庄家凯先生将很有可能成为蓝海集团继承人，出任第三代集团总裁。老大，这掉头去蓝海一星。怎么还不去？你们是对我出任新总裁有意见吗？任命新总裁，这是集团的大事，至少让我见见董事长吧。我外公现在病着，你非但不替他分忧，还在这添麻烦是吧？我告诉你，现在庄家除了我，没有人能够接受蓝海一星，懂吗？明明还有庄大小姐家。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们，现在庄家只有我跟我妈姓庄，什么庄大小姐通通没有。还有这个任免令乖乖签的，我让你们留下。不签的马上给我从蓝海一星滚蛋。不能签啊！各位，蓝海一星新任总裁任免令不能签。你谁啊？知道这是哪儿吗？庄家凯先生，首先您并非庄家唯一的第三代，在庄老董事长病重期间，您绝非唯一继承人。其次，根据蓝海集团内部股份结算，发现您不是蓝海集团股份最大持有者，所以啊，您没有资格强制各位股东任命你为集团总裁。你少在这儿给我胡说八道啊！胡不胡说，您心里清楚。你是个什么东西啊？敢在我的蓝海一星撒野！保安，把人给我拖出去，快点！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到底是谁派过来的人啊？竟敢毁了我的总裁任免！我告诉你们，现在庄家除了我，没有人有资格来接受整个蓝海一星。还有他，啊？这是谁呀？你认识吗？这不是庄，庄老董事长的长女庄美萱女士，唯一且在世的亲生女儿庄心妍。果然是庄大小姐和唯一在世的亲生女儿。哎，听说十几年前就被老董事长送出了国。是啊，被藏起来很多年的那个，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她的样子。蓝海以前一直都是她母亲创立经营，如果庄小姐真的回归，那的确她才最有资格。都给我闭嘴！我在
才不相信。庄心妍十七年前就被外公送出了国，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绝对不可能回来，不可能。你怎么知道他失联了？你又怎么肯定他不可能回来？你相不相信不重要，只要他站在这里，你就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拿走整个蓝海一星。庄小姐。啊。我是庄心妍，这份总裁任免令我不同意。开车回庄家。那边传来消息说车子撞得很碎，我以为他死了。你以为活没见人死没见尸你就敢以为了？现在人就站在面前，从哪里找来的废物？老板，我错了，我现在立刻去庄家把这件事处理干净。回来，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还能像你在海外一样随便找个人随便就下手吗？可是老板，既然他敢活着回来，就让他在庄家好好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下来。大小姐，欢迎回来。谢谢林，谢谢光一叔。虽然我们很久没见，大小姐不用这么客气。这位是？他是？我是他的未婚夫。我和欣妍在西班牙游学时认识，三个月后我们到了意大利。我们交往差不多将近一年了吧，他和我说家中有事情，我就陪他回来见过长辈。
处理家事。恭喜大小姐，董事长还在等您，请吧。请。二小姐，庄心妍，小姨，好久不见，你果然长大了。是很久不见了。小姨最近还好吗？这位是谁啊？他是我的。我姓严。严兴成是心妍的未婚夫。你也姓严，好姓。大小姐，董事长还在等着呢。哦，好的，那我们赶紧进去吧。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我心妍小姐回来了。回来了，外公。到底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会答应回来？为什么要变成庄心妍？我怎么可能代替他稳住庄家，成为蓝海集团的继承人呢？我做不到啊。
我不会永远是庄心妍，这些也不会是我的。我认错了，明明庄老董事长给了我准确的信息，如果他不是庄心妍，那么真正的心妍去哪儿了？为什么我在当地找了他整整两周，也没有一丁点他的消息？200万，买断。你是 Ceiling 时尚工作室 CEO 汤林。原来下午给我打了7个电话，坚持要买断我这对宝石设计的是你。我的工作室是时尚界最顶尖的造型工作室，你的珠宝设计非常符合我们工作室的理念和风格。我不仅要买断这款宝石的设计，接下来你一年的珠宝设计我包了。那汤总准备用多少薪资来买断我的整年？1000万，满意吗？这个价格，汤总恐怕只能买到这个。林先生，我是抱着很大诚意来跟你谈全年合作的。大小姐回来了。林先生，我正在跟你说话。抱歉，我有急事，有人在见。哎，林先生，你这是他曾经生活的地方，他的人生，我真的能完全变成他吗？真的能帮他把一切都夺回来？那是什么？真的回来了？为什么回来都没有和我说一声，连个电话也没有给我打？沈曼宁？啊？曼宁，你是沈曼宁吗？什么沈曼宁啊？海外综美大学艺术系设计专业大四的学生。我不是，你认错人了。不可能，我们见过面的。海外综美大学教学楼下，那天下午。我真的不是，你真的认错人了。不可能认错。
如果我真的认错了，你不是沈曼宁，那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是庄心妍。心妍？对，我是庄心妍。外公病重，光一叔给我打了电话，我昨天晚上才回来。光一叔没有告诉你吗？我是林木帆，小的时候你经常叫我小林哥哥。小林哥哥，小时候你还经常陪我一起折纸飞机，陪我一起放风筝。我这才出去十几年，你就忘了？小林哥哥，我真的要走了，有点事情。等一下，一个月前，父亲和庄老董事长派我去海外接心妍，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根本就没有见到心妍。不过在出发之前，我给心妍打了无数个电话。如果你真的是庄心妍，那你的手机里就应该有我的电话号码。这个号码他早就不用了。你又是谁？他的未婚夫。我有没有告诉你，一旦进了庄家，你就要把自己全部丢掉。如果你不成为真正的庄心妍，那些盯紧你的人会看穿你的一切。想死吗？还是说你想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是，刚刚是他突然之间叫我的名字，我在庄家没有人给你犯错的机会。你的一个不小心会用成千上万的小心去弥补。如果不想过几天为自己收尸的话，最好记清楚我的话。进了这里，你只能是庄心妍，你也必须是庄心妍。回答我。听到了。严新成，那你又是什么人？你真的是庄心妍的未婚夫吗？
你把我带回来，逼我变成庄心妍，你的目的又是什么？你说什么？其实你和其他人一样吧，你把庄心妍的眼睛给我，逼我变成她，并不是因为你有多爱她，你就是想得到庄家的一切。只要我变成了真正的庄心妍，成为蓝海唯一的继承人，然后和你结婚，那到时候庄家和蓝海的一切都是你的了。干嘛？